今天是非常喜乐的日子，我也相信我们当中，特别是很多做父母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一起来见证神自己的荣耀，为的小孩子今天洗礼，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也恭敬地把他们的家庭仰望交托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一起来成长。早晨我们的敬拜，特别诗班他们所献的诗是上帝是爱，我心中许多的感恩，这样的思想真是几天前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鞭伤受刑罚，在以赛亚书里头说到是神定义将他压伤，我也相信那做父母的感受知道，我们爱护我们的儿女，也常常甚至看到他们所承受的一些困难遭遇的痛苦，有些做父母的都难免会说我愿意来承担，出于这样父母的爱。我也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跟前面说父啊那一种的心境，为什么你离弃我，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也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环境。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而当主耶稣复活，我们看见旧约指向这位来临的弥赛亚，这样平安的主，而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人成就了这样救赎的工作，以至于他复活的时候，他向抹大拉玛利亚，在福音书里头，也是在约翰福音前面，我们看见复活的主日的清晨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晚上。白天发生的事情，除了抹大拉玛利亚，其他的妇女以及福音书里头讲到的，耶稣也同时向西门基法以及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都描述了这些显现的记载。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攻读的经文里头，接着晚上我们看见第五次第六次向着十位门徒十一位门徒，但是这个第十一位的门徒的记载又隔了八天，这些的记载在福音书里头，不但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甚至在哥林多前书都提到，包括耶稣半步的大使命，他向他的门徒交代，而同时也有五百位的这样他的门徒在第八次的显现，甚至为着他的弟弟雅各
众使徒等等。第九次，最后在山上向他门徒在登山，这样的记载，我们看见耶稣的显现。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很不寻常的，他提到了平安。平安因为耶稣的复活成为那个实际，平安不再是嘴巴的一个口头禅，或者问安，或者再见这样的问候语而已。那个平安更不是一个好像简单的理念，嘴巴的祝福这样的话。平安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刚才所攻读的经文里头连续出现三次？这三次愿你们平安这样的用语，我们想到三次的平安，这样三项的理由，也许你可以思想更丰富更多，但总是不离开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喜乐。第一次提到在十九二十节，第二次更讲到的甘心的顺服以及带给我们的盼望，第三次愿你的平安是 教导，也是看见主话语这样的宝贵，我们相信的根基。这三次的平安提出来是跟世人这个世界所讲的平安不一样的地方。三次也许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也相信在当时门徒他们听到，也许他没有马上有这样的思考，因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喜乐到一个地步，惊讶到一个地步，高兴到一个地步，他们忘记这样平安的一个用意。在这里说到这个平安不一样的地方是没有忧愁，不会胆怯，这样的平安是讲到那个内心这种的把握状态，甚至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思想在受难的时候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耶稣说成了，这个 Shalom 这样的一个平安也是耶稣成就的那个实际。而这样延续在门徒耶稣不在的在坟墓里面的这三天的时间，他们心中带着许多的恐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他们的盼望这位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已经死了，这样的心境造成的恐惧恐慌甚至不确定，突然在礼拜天复活的主日耶稣出现了。所以耶稣的复活在第一次我们刚才读到的愿你们平安的时候，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可以在人的眼中甚至
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妙甚至惊讶带给门徒的喜乐，在这里的描述，耶稣说，你们看，耶稣说了愿你们平安之后，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并没有要求看什么，但是耶稣已经主动的要指给他们看。为什么？因为在路加福音24章那边，除了讲到手，还提到脚，但是特别约翰福音这里讲到的是肋旁，要门徒看他钉痕肋旁的枪伤，因为这样的看发生了一件事。路加福音说，你们知道魂是没有骨没有肉，但是我是有的。当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这位实在是主耶稣基督。如假包换，铁证的证据，门徒喜乐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敢相信，是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神的带领奇妙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跟师母说，哎，你摸一下捏一下我，看我们有没有感觉，因为这好像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们不敢相信。我也相信门徒在那时候的心境，喜乐到这个地方，愿你们平安，甚至有些解经书说不要太兴奋，这个情绪上呢，这个好像高涨到一个地步，突然的发生，以至于他们无法来压抑这样的喜乐。反过来说，这样的愿你们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因为看见了复活的主而认识的。我刚才说，神是爱，是天父爱世人，而主耶稣基督他体会到天父的爱，因为他爱天父的爱，他愿意为着你，为着我，道成肉身，甘心顺服，成为人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甚至低下到做成奴仆，卑微卑贱，甚至知道要出卖他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他甚至那一天晚上拿起毛巾为他洗脚。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也相信这个外在的环境，疫情、战争、地震、饥荒等等，我们需要的是不是这世界可以给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有些苦难我们不太愿意，也知道即使我们讲了别人不明白这样的痛苦，但是耶稣我们的复活主说，他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我们。这些事情是什么？整个福音书里头讲到的耶稣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是要叫我们有这样的平安，是神的话语，因为他已经看见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即使是2000年以后的今天的你我，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这边说，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是一个把握切据。这样的平安离不开主的爱跟喜乐。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前面这三项就已经讲出了主给我们的平安离不开主的爱。我们这样的一种主观的经历享受到的那种平安，带出来胜过环境的那种的喜乐，这是一个可以衡量的。我们今天在做幸福小组，我们开头就问说，你的幸福指标多少？很多人他们的分数可以超乎你的想象之外，说它很高。理论上应该是我们信主的人有这样的喜乐，可是竟然也听到的。那么假如别人说我的指数高过你们，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好像传给他的，或者说跟他来分享的？喜乐是一种情绪，但是平安包括显示出来的这个指标却是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记得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过程当中，他心里面也是深受的这些环境局势甚至政局等等的影响，他的太太看在眼里，有一天他就穿上了黑衣服。这个马丁路德很惊讶地说，是哪位朋友过世，我们要去参加什么丧礼吗？他太太说，是你所信的主是死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是不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日，我们好像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节庆，是其他宗教的没有，可是是否只有在今天我们才感受到，还是我们365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神就活在我们中间，那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而我们到底领受到没有？还是我们只是来到教会，我们感受到弟兄姐妹这样的团契，这样的喜乐之外，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习惯，有没有活出这样的喜乐？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提到这个不一样的平安，我们在十六章看到这个是胜过环境的平安，而中间十五章约翰福音讲到的圣灵、葡萄树、生命的连结，圣灵在我们里头带给我们，将天父上帝的慈爱浇灌下来，充满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在父神的爱里，耶稣的爱的这样的享受，或者融洽，或者三位一体彼此的相爱的团体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愿你们平安，是爱的连结离不开
表现出来的是平安带给我们的喜乐，是在基督里头的。这三样的指标，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样的环境，克服我们的心境。第二次愿你们的平安，说到是甘心顺服和带来的盼望。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21-23节，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但是却不容易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提到的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提到三件事情：主的差遣、领受圣灵、传赦罪之道。这里讲到的主的差遣，跟17章18节那里讲到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里讲到的这个差遣，前后两个字用的不一样，跟这里的差遣的概念是可以前后呼应，但是到底有什么不同，在哪里？曾经在教会历史里头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些争论，意思就是说，耶稣被差来到这世上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一样要做。这些事情包括哪些？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教会所做的是在耶稣所做的范围这样里头，但耶稣也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那么到底耶稣他可以医病赶鬼，可以叫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则洁净，你我做得到吗？我们教会做了没有？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差遣这样的字呢？所以在这样的两方面的争论当中，我们确实可以很确定的也知道，子的差遣、受的差遣是有效的，延续到他颁布给我们教会要成全的这样大使命，以至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好像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天使说，问耶稣说，天父上帝交付你的事情，你说都成了，都做完了。这天使一看这些门徒，他们说他们行吗？门徒行吗？他们在你上十字架的时候鸟兽散，只剩下一个，还有几位妇女，你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他们，他们可以承担吗？马太福音也说了，耶稣升天颁布了大使命以后，他们敬拜耶稣，但是仍然他们心里面没有这样的笃定和踏实。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前面的愿你们平安，过了8天多马也在中间，前面讲的愿你们平安，他们有没有克服这样的环境心境呢？到后来过了8天，26节，多马也在屋里跟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前面的门都关了跟后面门都关了没有两样。到底那个平安，愿你们平安，他们有没有领受到了？所以在文法上结构说到父差遣子，子照样差遣了你我，他自己的教会，讲到是现在的完成式，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有效，不是过去完成的，而是现在继续完成的，一直到他再来。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接着耶稣说到的，吹了一口气，不是靠着你，也不是靠着我。门徒一样，他们软弱，他们仍然跌倒。今天你我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所有我们领受的都是神所赐的，包括任何的恩赐，我们服事的能力，服事的机会，服事的力量，我们有的时间，有的金钱。教会的大使命是受差派，但是要等候圣灵。在这里讲到的圣灵的差派，可以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表，在这里就如同以西结书37章讲到的一片的骸骨，而圣灵吹起的那一阵的风，风来了，向骸骨发预言，枯干的骨头成了一群大能的军队，神的百姓成为勇士。这样的五旬节的预表离了这里一段的时间，但是耶稣已经吹了这一口气，象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圣灵普遍的降临，教会的诞生，就如同我们今天我们往回头看1905年阿苏萨 LA 的这样的一个灵恩派的复兴等等，一波一波的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看见圣灵的工作已经不再是软弱的，或者我们看自己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传赦罪之道第23节，这里讲到的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传福音的工作，这里说到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别人传给我们，也是当初这些门徒他们受了圣灵，教会的历史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当中，传到你我的身上，我们领受到的是从这一群人12使徒500多个弟兄，他们虽然都睡了，但是这样的工作，教会的使命的传承，我们看见今天你我，我们要成为这样传福音的人，我们不能扣留神的恩典，因为在我们的周遭，我们也看见这样的需要。即使在这样疫情困境难处当中，在彼得前书3章14-15节说到，就是这些的困难里头，包括为义受苦，都是有福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的缘由。即使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年日，还有多少时间日子在这世上，但是不用怕。彼得前书3章那里讲到，我们心里尊主为圣。如果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跟他分享，因为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护庇了我们。这个24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留下谁的罪，不是我们有赦罪的权柄，而是主耶稣基督有。但是从这个上下文，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解释怎么理解，赦罪留下罪听起来是很刺耳的，特别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有平安，有喜乐，有福气，但是我们传的是赦罪之道，是我们需要的。人类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今天在传的内容，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果效，不是我们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但是是看见我们有没有传福音。假如没有，肯定只有一个结果，人只有走向死亡，而将来追讨的罪在你我身上。反过来，传福音的果效还有机会，就是有人听见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罪的工价，预备了这个赦罪的恩典，而他愿意悔改，圣灵的怜悯临到，包括他愿意归入主的名下，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假如他们没有这样的反应，那么罪没有归在我们身上，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罪中。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到底我们是否成为那个传福音的管道。第三个，愿你们平安，除了前面离不开主的爱和喜乐，第二次讲到是一种甘心的顺服和带来的盼望。这样的甘心顺服是整个我们这边耶稣对他们所说的，受差遣向他们吹气，他留下的传福音加冕的脚踪，是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按着他的脚步，跟他一步一步的来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样的顺服，我们也看见第三次愿你们平安是根据信心神所讲的话。这里说到那十二个门徒当中，他也来了，有一位叫做多马，前面跟十位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他们也跟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说我不相信，除非我的手探入那钉旁钉痕的手，还有他的肋旁。在这里我们看到复活的主，前面的时间多马不在场，多马所讲的心中的疑问，不在场而产生的疑问，耶稣他知道，因为虽然他不在场，但他确实知道，以至于过了八天，多马出现跟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说道：“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相信。”主的认知，主的知道，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看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发出来的问题，我们当然也可以回想，都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可能同样有的这些问题，但是耶稣都知道。即使好像多马他前面不在的时候，他所发出来的疑问耶稣都知道。换句话说，真理不怕挑战，而即使在这个时候，其他的门徒包括多马没有完全的相信，而他的很诚实的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主知道他的时间，主也愿意配合他的时间。过了八天，我不知道前面的七天他跑到哪里，但主让他遇见，主愿意让他来确认他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生命的改变，
的时间、时机，甚至场合，我们都看见是神的怜悯。他可以发出说：“我的主，我的神。”这句话是一个惊叹呼格，是一个主词，但是也带着那种个人的主观的认知，是别人没办法取代的，但是却不是次等的这样的认知。因为耶稣并不是责备的意思，说到那没有看见，你是看了才相信，那是没有看见的，他们相信的有福气的，所以你这是次等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这边惊叹的呼格的语气，代表着是他自己本身那种没有办法压抑住的那种的喜乐。当他认识了这位主的时候，那种认识的喜乐是别人可以感受到的，以至于他可以呼叫出这是他的主，他的神。我们复活的主知道我们的时间，主的复活证明了，也是改革中这样神学的看法，他的救赎代罪，让这个复活的宣称有根有基，其中包括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带出来那个实质的震撼与力量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表示了耶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的瑕疵。死亡带给人们绝望，带给人们哀伤，但是甚至在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死都已经被消灭了。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个神性，我们也看见了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牺牲的代价，但是他的复活我们却比较少去思考，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停留在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罪得赦免跟复活的盼望要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在属灵人的书里头也提到这一件事情，就好像你欠了人一笔债，而那一笔债上诉到法庭，所以在那个辖区里面你是被通缉的，你是被债主所追讨的。但是有一个人为着你把那笔债还清了，你说我不相信，我才不要相信这样子，不可能，我跟他非亲非故，他真的是为我无故的付上这一笔罪债吗？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这是很多人很自然的反应，以至于接着说这一章是你的借条，你当初欠债的借条一笔勾销，因为有人替你还了这个罪债，还清十字架上一切控告你我的罪惧，借着主的复活一笔勾销。在英文里头他说到这个好像是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好像是法律上的名词，意思说这个天平上的秤两边已经平衡了，你资产的负债表你原来是赤字，今天还清了，平衡了， balance sheet 平衡了。为什么？耶稣复活了，他复活付掉了你我罪债的死亡的代价，以至于他复活回来告诉你我，你的罪债还清。复活他不在这里，因为证明了你的罪债，你不再需要惧怕死亡，以至于在所有保罗的书信、新约书信里头都讲到，按圣善的灵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凭信心根据主的话，
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的福气好像比较大一点，但是不要忘了，是看见的人传给你，传给我的，是他们听见了，而有人把它写下来了，包括约翰福音。我们凭着信心一样的，是根据主的话，我们信到我们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因为有传道的人，而因为有差遣的人，而因为有人他们看见了主，是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承受了这样的福气，我们今天要把这样的福气来传给人。主说，愿你们平安，不离开主的爱和喜乐，我们愿意甘心顺服主的诫命大使命，因为人看见福音的盼望，复活的能力，耶稣基督是出手的果子。愿你们平安，是从主的话的记载，根据我们所信靠的主，也是我们听见了神的话语，这样的呼召。神已经定了一个日子，借着他所设立的人，他还要再来，以他公义审判这个世上，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托付教会这样的使命，从你自己的话语、圣经的教导，这些见证人他们看见他们所传下来的。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历史2000年来，这些寻道者、宣教士，我们所敬仰的神的仆人，活在我们当中还活着的见证人，我们所受的影响，我们认识的神，我们相信了这位爱我们主。我们更感谢神，你自己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保惠师，让我们除去心中的恐惧担忧，让我们勇敢的也能够为着主你自己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付上代价，做你自己恩典的管道。求主拣选、呼召、差派属于你的人，也听见我们向你的回应，说我们在这里求主差遣。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